我也不再是谁的傀儡，我是冰凌。即便我不再是你的剑士，我依然会立于你的身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还有 Discord。首先要先感谢本集的干爹 Acer 旗下 Predator 掠夺者赞助播出。目前他们已推出一系列电竞周边。 辉特一直以来在电竞主机、笔电、萤幕都有很不错的表现，那他们也赞助许多电竞游戏与团队，现在正式进军电竞周边产品市场。无论是需要灵活走位的电竞滑鼠，亦是精准发送指令的电竞键盘，亦或是听声辨位、及时交流的电竞耳麦。 专业的电竞国神力觉醒，Predator一次全部给你到位啦！即日起到12月22号，凡在指定通路购买Predator电竞周边产品，即可在宏基游戏官网登录抽奖，有 PS5、Steam Deck 众多好礼让你带回家。啊，忘了说啊，双十二优惠价打85折哟！ 活动详询与经销通路可以到宏基游戏官网查询，记得加入会员才能抽奖哟。好，那么回归本集的内容，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幽属性的冰离，双曜冰离。幽属性的冰离职业为铁卫，那属性就是幽，那它是当卡池的角色。天赋的部分呢，幽黄明华，移动力加二哈，自身气血越高。 或是越低哈，物防，然后物攻数值越高，那最多提高 30%哈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幽送的 buff 哈。幽送 buff 呢是免伤加 20%， 主动造成伤害之后呢，对目标造成一次固定伤害哈。那并施加4+1的状态，持续2个回合。好，那除了获得幽送的状态之外呢，持续3个回合。 那他间隔3回合触发哦，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呢，免除死亡，气血恢复50%。那么携带幽霜的状态，则额外对自身3个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次的固定伤害哦，是物攻加物防的50%，并施加无摧迟缓3的状态哈，持续2个回合。那每场战斗呢，你最多只能触发一次 ，OK， 只能触发一次。那这个无摧迟缓3呢的效果是移动力减3。 无法护卫，而且无法驱散。那幽冰离技能的部分呢？第一个技能直剑奉佑，那被动技能是代替相邻一个内友方承受攻击。那主动使用的话，护卫范围提高到3个，并获得直剑的状态，持续3个回合。那直剑的状态呢，是遭受非飞行角色攻击的时候。 对战前夺取敌方一个有益状态，那对战中免伤和暴击抗性提高 15%。那第二个技能御台看似，它的技能部分是主动攻击对战之前，每移动一格伤害和物理穿透提高 3%，那最多是 15%。那目标为非飞行角色，则效果翻倍。那如果你移动距离大于等于3格，则主动普通攻击触发追击的效果。 那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哦，移动5格，你最多就可以提高 15%的伤害跟物理穿透。然后呢，你刚好又大于等于3格嘛，你攻击又会触发追击的效果。OK，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。御台看似呢，搭配这个幽冰离的天赋有一个幽霜嘛，那主动造成伤害后，对目标造成一次固伤，也就是说。 你触发了追击效果之后，结束就可以再造成一次固伤哈。第三个技能呢，幽剑鬼域哈，攻击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 0.3 倍的伤害，击退2格，命中2个及以上目标的时候，获得再行动。然后5格，且本次行动有益状态跟忧伤持续时间不减少。那使用后切换为绝境凶号，那绝境凶号呢是消耗自身当前气血的20%哈。 攻击当个敌人造成 1.6 倍的伤害，施加禁闭的状态，持续1个回合。
那金币是无法行动，且在对战中无法进行反击。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对周围两个所有友方施加一个随机有害状态。队友行动结束，若处于自身一格范围，则移除。那使用后切换为幽剑鬼域。虽然这一招幽剑鬼域呢，它如果可以获得再行动的话，那有一状态跟幽酸时间不减少，但是直剑的 buff 是会减少的哈。这一招是可以击退敌人两个，但是你要一定要命中两个，最少就是两个才可以获得再行动哈。第四个技能面剑罗渊，那攻击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.7 倍的伤害，指目标所有有益状态持续时间减少两回合，并施加封禁的状态，持续两个回合，清除攻击范围内的敌方机关。若携带幽酸的状态呢，绝学后额外施加无吹风脉的状态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封禁呢是主动绝学射程减一。那无吹风脉呢是所有被动绝学失效哈，不可驱散。那第五个技能呢，冷剑双锋，那是被动技，携带幽酸状态的时候呢，免疫固伤哈，遭受近战攻击，对战中发动先攻，那先攻每回合触发两次哈。那阵法的部分呢，是侠客跟祝由哈。那与非飞行角色对战中，伤害和暴击抗性提高 8% 哈。神兵技能的部分呢，携带幽霜状态的时候呢，免伤提高 10%， 且反击射程加一。回合开始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冰清的状态哈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从神兵的这个携带幽霜状态呢，免伤可以提高 10% 以外呢，那天赋的这个部分呢的幽霜，它又可以免伤加 20%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又开了直剑封佑，获得这个直剑的 buff 呢，对战之中免伤可以提高 15%、哦、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常驻这个免伤 45%、哦、不过直剑这个 buff 呢是要对战中哦，才会有免伤的效果、哦。那五涅点法的部分呢，灵玉石够的玩家呢，那建议是全点啊。啊，如果不够的玩家呢，就是点到这个玉台看似跟这个幽剑鬼域就好了哈，然后中间一律点满。那我自己对幽兵里的技能搭配呢，我是带这个直剑奉佑，然后奋力跟玉台看似这三招哈。那我主要是走这个5A 砍王的这个效果啦，然后搭配荒泽魂石齁，那普通攻击然后并触发追击的效果是相当可观的齁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带法。那另外一种的话呢是用面剑罗渊，然后加上直剑奉佑，并搭配这个幽剑鬼域齁。那如果是这三招的话，你就用宙斯兵的魂石齁。魂石推荐的部分呢，就是荒泽的话，三枚的效果不论攻击伤害提升到 20%。 那另外一个是宙石兵，那三枚的效果是免伤提升 10%。 那饰品推荐的部分呢，头部的话是推荐天狼血眼，气血加 5%， 主动攻击对战前每移动一格，物攻物防提升 5%， 最高可以到 15%。那固伤的效果呢，也是会提升哈，就是幽霜的那一招的那个 buff 哈。衣装的部分的饰品推荐清神禁欲，气血加 5%， 主动攻击对战中物防法防提升 15%。 那腰部的部分呢，推荐玄雀腰带哈，那效果是法防加 5%， 气血加 5%。在行动结束时，若自身气血低于 50%， 则恢复 35% 气血，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。那因为幽兵也并没有回血效果，所以推荐这个玄雀腰带。那手部的部分呢，推荐这个千灵幻玉城啊，再动钻的部分，那锤属性加 5%， 那被攻击对战后呢，自身获得迅捷2的状态，持续一个回合。那迅捷2呢是移动力加2。啊，如果没有千灵幻玉呢，也这个行歌灵界也是可以推荐带的哈。那它的效果是物攻加 8%， 主动绝学都处于冷却中呢，则伤害提升 15%， 物穿提升 15%。 好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幽兵你是没有幽霜的状态哈，一定要第一次行动结束才会有哈。事不宜迟，
这样子休息一次啊，行动结束后就会有这个幽霜的 buff 的效果了哈。好，那幽冰你带着这一招御台看似之后呢，我们移动大于等于三格，然后主动攻击呢就是触发追击哈。所以我们这样子走一二三四五，刚五格，好。好，触发追击效果哈，然后刚好又触发到这个免死的恢复气血 50% 的这个 buff 哈，那基本上就是带这招走至少大于等于三格，那你就可以触发这个追击效果了哈。幽冰里呢，我刚好是带这个直剑凤右，然后奋力这一套哈，那我们第一回合呢，我们都可以先用这个直剑凤右。然后除了获得这个直剑的 buff 呢，然后跟这个幽霜的 buff， 那基本上有直剑的 buff 呢，你就是对战中的免伤会提高 15% 了哈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轰鸣声给幽冰你在行动之后呢，我们再走五格攻击。那基本上幽冰里用这一套技能组合呢，就是用不论攻击当做他的攻击手段啦齁。那走五格就是因为这个御台这一招招式齁，那最多可以提高到 15% 的伤害跟误穿伤害齁。好，那面剑罗渊、幽剑鬼域跟直剑凤右呢，这三招搭起来是要六星的内力齁。先放直剑护佑，然后再行动。我回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放幽剑鬼域，如果触发再行动的话，有益状态跟幽霜的持续时间不减少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有这个直剑的 buff 哈，直剑的 buff 是会减少的哈，现在是三回合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在中间释放这招，幽剑鬼域。好。刚好两个人，所以我可以再行动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直剑状态，的确是减少一了哈。直剑状态是会被减少的，但是幽霜跟有益状态是不会减少的哈。这边大家特别注意，直线是会减少的哈。好，那这一招绝剑凶号呢是设成两个哈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会施加这个禁闭的效果，让这个敌人无法行动哈，并且无法反击哈，就类似有点像晕眩的感觉啦哈。好，在幽冰你有幽霜的状态之下呢，释放面剑罗渊，那可以额外施加这个无吹风脉状态哈。来，我们来放一下。无人得以通行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还有中这个无吹风脉哈，所有被动绝学失效，但是有遮天蔽日的效果是无法的哈。幽冰你的技能比较没那么复杂啦哈，这样大家应该蛮好理解的哈。好，那以上所有的点法跟技能搭配呢，仅供参考，玩法有非常多种。那最后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大家拜拜。